父亲节快乐！大家好，我是老苑。这个周日啊，就是后天就是父亲节了。那提醒一下，别忘了，这可是你老公或者是你父亲一年中难得的一个属于他的节日。今天呢，我就要看看 Costco 里准备了什么折扣，适合这个属于男人的节日。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呢，请订阅老苑的频道，点击视频右侧小铃铛，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。先来看看这个 Costco 的自有品牌的牛肉饼啊，它这里头一共是18个，它是冷冻的啊，每一层呢之间都是有纸的，这样的话呢给它分开了以后呢就很方便，吃几个呢就拿几个，剩下的呢还可以冷�冻。它这个每个肉饼呢是1/3磅这么重，然后呢它是75%的瘦肉，25%的肥肉，这个呢就可以拿来做汉堡。那想吃几层的汉堡呢就拿几层，用家里后院的烤炉啊或者平底锅煎一下，快熟的时候呢就是再给它放上那个快融化的 cheese， 配上洋葱啊和生菜，想一想呢都流口水。这个周末呢正好给你老公啊或者父亲啊做一个你拿手的汉堡，表达一下心意。今天呢正好还有优惠，原价呢是23.5元，优惠5元，现在是18.5元。不过这个优惠呢也是只到本周日18号，就是父亲节当天。当然了，你要觉着做汉堡不足以表达你的心意，那边有这个 Prime 的牛排更好，这边还有这个安格斯的牛肉饼和这个草饲的牛肉饼，草饲的这个是15块啊，价格呢比那边都贵一些，当然了这个是品质更好，更推荐了，就是没有优惠。我现在呢是在新泽西州 Edison 的这个 Costco 里头。其实这个男人啊要的真的不多啊，除了好听的之外呢，一顿大餐喝点小酒他可能就知足了。所以呢汉堡准备好了，这个时候呢如果要能准备一瓶酒再跟他主动的共饮一杯，那他绝对就满足了。那喝酒呢，我建议最好是喝红酒，红酒呢度数不高，还有情调。那 Costco 里的红酒呢有很多，在美国呢你就喝加州的 Napa 谷的红酒就非常好。 Napa 的酒呢一般都是赤霞珠，品质呢都是很有保证的。你像 Costco 里卖40-50元的啊，其实品质就非常好。像这一款酒呢就是美国白宫的宴请的酒，当然了20多块钱的酒也不错，也有很多的选择。这款 Costco 自有品牌的这个三文鱼啊也是比较推荐的，我们家呢经常吃，就是每次呢给它提前拿出来呢腌一下，用酱油、料酒、盐和胡椒腌个1个小时以上吧，用那个小烤箱375度烤14分钟，中间如果有可能给它翻个面，这就可以了啊，比较简单。这里面好像是有6块，然后它是3磅重，现在呢也是有优惠的，原价是34，减去5元呢，现在是29，优惠期也是到18号。这款啊，韩国品牌的小饺子、小馄饨，在美国还有人没吃过吗？没吃过啊，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。它是冻的，你可以煮一下，比如说煮成馄饨。或者就是煎一下啊，煎饺还可以吧，它这个是香菜和鸡肉的，不难吃，反正没吃过的还可以，如果吃过的话呢可能吃过比较多的就不太喜欢了。现在呢也是有优惠，便宜了3元，现在只卖8.7元这一袋。这个优惠期啊倒是到7月份，7月2号。这款披萨啊那天有试吃，我也尝了啊，还不错，还将就啊，没吃过的也可以买一下。它现在是有优惠的，原价是13.9元，减去3.4元，现在是10.5元到18号。这款星巴克的速溶咖啡，它是中度烘焙的，现在也是有优惠，它是26个里面的包装啊，有26小袋，原价是8.5元，优惠了2美元，优惠期是到7月2号。这款麦片也是有优惠，它是有机的，非转基因，里面呢是南瓜子和亚麻，它还是麦片啊，原价是9.5元，优惠了2.85元，现在卖6.6元，这个优惠期是到7月份，7月2号。这个是苹果干，是有机的，里面一共有20小袋，两种口味吧，现在优惠4.2元，卖12.8元。父亲节送礼物，那其实电子产品呢是不错的选择，
尤其是苹果产品，可以送苹果手机啊、苹果手表啊，或者苹果的耳机啊，都是不错的。Costco 里呢也有不少的苹果产品，苹果手表八系列，这个卖420，这个是41毫米的，这个也是苹果手表八系列，是390，这边这个也是390。这些苹果手表吧，要是送给男人，其实还是不错的。苹果的耳机，这个卖200块钱。其实送个筋膜枪也是不错的选择，男人累了做个按摩，这个很多人都喜欢。这个筋膜枪呢，它有6个速度，然后可以用4.5个小时，原价呢是80，现在有优惠是20，现在只卖呢60美元，优惠期到6月18号。这一款呢，它还有6个不同的配件吧，有不同的导头。其实筋膜枪呢，在我们家是有的，而且使用频率呢是比较高的。孩子啊，我呀，漂亮妈呀，有时候都用一用。这个 Weber 的烤炉呢也是不错的，这个品牌吧就是比较大众的啊，美国很常见。它这个呢有3大1小4个火眼，而且呢上面也带这个显示温度，所以烤牛排呀、啊、什么都足够了，买了以后放在后院。而且它现在呢侧面还有一个小的火眼，我看呢这个是比较小的，哎，这个都是比较新的，哎，不错。它这个呢现在是有优惠的，原价是900美元，现在优惠100，卖800美元，优惠期是到6月29号，所以还是不错的啊。夏天来了，在后院烤个牛排、烤个香肠、烤个汉堡都是非常不错的。美国的水质怎么样呢？理论上来说呢，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，但实际上呢，很多人都觉得水质有问题。像我们在家里呢，也是用滤水壶过滤以后再烧开了这个水来喝。这个滤水壶大小合适，而且现在是有优惠，原价是34，减去10美元，现在卖24。旁边呢就是它的这个滤水的过滤的芯儿，这个呢也是有优惠的，这里面有10个，原价是45，减去10呢是34。这个优惠期啊都是到6月18号。这款 LED 的灯泡，这一盒里面呢有4个，而且它是可变色的，现在呢是优惠7块钱，原价是12，现在只卖5块钱。这是夏天常用的啊 ，barbecue 的这个用具，这里头有5把刀，另外一个呢应该是这个菜板，这个现在也是有优惠，原价是78，减了15，现在是63，优惠期到6月18号。夏天来了啊，烧烤是经常的，所以如果家里没有呢，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。暑假已经来了，现在呢 ，Costco 里头这个 Xbox 的礼品卡，它是卖4个，每个25呢，就是价值是100，原价是90，现在便宜10块钱是卖80。PlayStation 的这个礼品卡也是价值100块钱，原价呢卖90，现在便宜10块钱卖80。这个几个卡的优惠期啊，都是到6月18号，所以暑假来呢，喜欢玩游戏的啊，这边呢是有几个卡可以囤的。这个是索尼的 PlayStation 5，这个游戏机现在是有优惠的，你如果买的话，拿这个卡片交了钱以后呢，到前台去换去，原价是650，便宜了60，现在卖590，这个优惠期呢倒是6月30号。这个是香蕉船的防晒霜，有2瓶呢是喷的，一个是抹的，都是50倍防晒的，现在呢也是有优惠，原价是18，优惠5块钱，现在卖13，这个优惠期呢是到6月25号。独立日啊快到了， Costco 里又开始卖这个烟花炮竹，这边呢这个都是小的炮竹，这边是大的这个烟花。咱们看一下价格啊，大盒的烟花是卖100美元，小的呢是卖9个美元。这个是谷歌的路由器，它这个一卖呢是4个，放在家里不同的位置，这个也是在有优惠的，原价是450，现在便宜了80，现价是370，优惠期到6月18号。这个音响啊，直降100，原价400，现在是300，优惠期也是到6月18号。这个浴巾原价11，减了3块钱，现在是8块钱，这个优惠期到6月26号。 Costco 里有这么多好东西啊，那这个礼拜天呢是父亲节，建议大家啊做一顿好饭好菜，然后呢再喝点小酒，给你老公啊或者给你父亲啊
啊，亲自的道一声祝福，促进一下家里的关系。今天的分享呢，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